哇哦，看这个晶莹剔透的感觉有没有？好久不见啊，朋友们，还怪想你们的。你们有没有想我？刚到海南，前两天还穿着羽绒服在雪地里面瑟瑟发抖，现在就穿上这个小裙子了。今天天气还挺凉爽的，前面有卖椰子的，走，我们去买一个。好久没拍视频了，还怪紧张的。老板，椰子怎么卖呀？八块，八块一个是吗？对对对对。帮我拿一个吧。可以，在这里喝还拿走？啊，在这里喝。嫩一点的好喝还是老一点的？老一点的好喝。老一点的好喝。椰子，看我一口气把它喝完。算了算了，不行了不行了，喝不完了。在我和摄像小哥的共同努力下，把喝完了。现在去找老板，把它给我劈开，吃里面的那个椰肉。走。还有这种专门铲这个椰肉的工具，第一次见这种形状的工具。特意让老板给我们挑了一个肉不是很厚的。哇哦，看这个晶莹剔透的感觉有没有？这两半椰肉都弄开了，也不知道自己用这个工具用对了没有。来，这边给你吃。哇，今天这风好大，我就喜欢吃这种薄薄一层的，比较嫩。2023就从这颗椰子开始啦。